哦，救命啊！完蛋，第一波要输了吗？我们的忧伤的嫖客撑得住吗？啊，撑不住，应该输了，应该输了。哇！哎呀，我没摸到点吗？好吧。哇，这个是我在雷耶。我们忧伤嫖客说 no heal， 他感觉不到 heal 吗？好，没关系，我换个 heal 给你。Another day, another battlefield. My heart is strong, and my javelin is...A friend told me that you're getting rusty. You don't have friends. You, my friend, I changed a real healer for you, Baptiste. Too late. I beg your pardon? Oh, 其实你可以说中文。哎，我叫他说，其实你可以说中文，他不说了，好啊。要退一点，要退出去了。后面后面后面有人近点，有人近点。No， 他们少一个。现在判断有时候真的很有问号，有时候人明明站在旁边却被判定没摸到，是不是有可能是掉风包啊？十二分钟，你们可以打九十九 versus 九十九，然后打十二分钟，你们好厉害！是快速吗？还是竞技啊？听起来很竞技。糟糕，我觉得，哎，各位观众，我觉得我不应该喝酒。你们有没有发现我的讲话语气变得有点不一样？是不是有一点轻飘飘的？完蛋了！我觉得我现在飘起来了。我觉得我现在连瞄准都有点飘。完蛋！这样我要怎么继续打竞技？不过就算了，住嘛。轻松，轻松，轻松。要到轻松了，我很认真，我很认真。
可以下来。拉。哇。哇，那臭球把我撞下去，好想玩 B 级哦，可是我怕奶量不够了，所以算了。不要太，后面有炸弹，点上。小心，不要。哎呀，溜了溜了溜了。哎呦，我是不是玩输出也要喝酒？刚Hayate叫我水大嘻哈。哎，最近很多人在看大嘻哈，叫什么名字啊？大嘻哈时代吗？要看什么时候的，有没有长一点的啊？怎么都是那么短的？哦，有这个欸，知意创作，翻玩极限 ，HP， 哎，阿夸面，来看一下阿夸面好了。
I have to keep around me， 离开何必也暗迷，随便甘地惊鸿的路。咱甲时间搁倒转去两冬前，伫站面想起迄阵算是大工地，第一摆写了搁会使，感觉搁袂歹，喊你嘛无想到我会徛踮这个舞台伫比赛，是苦拉山破掉唔惊跌倒，这是我的人生，我的 hip hop 到我来烦恼，我知过去有我艰苦，我甲家己讲爱加油，因为去第一摆表演无人甲咱拍定，我讲阿看 man， 你是准备好未？我当心看甲我的兄弟会掉 ，OK OK OK。放下我所有的牵挂，爱情这次我要自由飞。啊，我来准备去酒吧是淡山，回来的时阵我会变了不同款。咱的所有打拼，原来你是久无谈。今麦所有苦楚，等待去泡茶花香。我勇敢打拼，所以地含成功小声，将咱的故事写成歌，谱成咱的美梦。I have to keep running， 离开看边的暗暝，一切变甘甜，前方的路总是灯火通明。我勇敢打拼，所以你喊成功小声，将咱的故事写成歌，谱成咱的美梦。用我一世人的人生过，我继续上线。走走我比想更加强，放下过去的家己，我变了更加强，开始变。我爱我知，一切爱用心来听。就算变甲冠军赛，我照常笑到最完天。你完成任务的，化成少年变成三年，是不是得光明正正爱心对得起你家己？做人不贪不抢，心态袂使拉开。阿爸阿母叫我卡大实的，我拢知。Pastel， 我还是想讲哎，我觉得我真的没有不归哎，我认真，你懂吗？你把我讲的好像就是都在跟人家打正面，其实没有哎、欸。而且如果我玩牛仔，本来就是打正面啊。牛仔不打正面的话，要打哪里？没事啊，虽然我大概能懂你的意思啊，不过你可能要稍微再修饰一下你的说法，因为我大概能懂你的意思，就是要我不要死嘛。问题是有的时候不是我不是我想去死啊，而是我没办法，你懂吗？已经很后面了呢，还是被打死了呢？有时候奶妈或是奶妈没有奶到，这个就真的很难过、啊。I will not leave a broken world behind。比如说我已经退到转角了，是敌人看不到我的情况下，奶妈其实可以奶我，但她没有。这个应该就不是我太前面的问题吧？我没有站在路中央，我 VOD 几乎都没有那个都有发布啦。你去捡一个我站在路中央的，好不好？因为我觉得你这样讲有点太过了，你讲的好像我是铜牌，铜牌都不会站在路中央。你可以去翻一下 VOD， 或是你有哪一天有经验的、有印象的，你去翻一下。我基本上会找一面墙啦，我很少真的是纯粹站在路中央啦。因为我觉得我觉得有时候你说法还是不要太夸饰会比较好。认真，我知道你是给我建议啦，可是有时候你的说法会让我不太舒服，你懂吗？你把我讲得太像白痴了。当然你不能用截图的、哦、用截图的不准，你知道吗？牛仔有没有机会站在路中间？当然有机会，有没有？例如说人家劣势的情况下，我有没有可能站在路中间想要去收人家头？有啊，如果人家剩两三个，我去站路中间应该没什么，我应该不用特别找掩体了吧。所以我觉得你有时候说话你可能用词要注意一下，因为你这样会让听的人很不舒服。你不能把人讲得像白痴一样，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是我没有被奶到、欸、不是因为我站在路中间，是我没有被奶到呢。然后你却
把责任归属丢给我，我觉得其实这个是有点不太舒服，就是你可能有点像垃圾症上司那样子。上司那次你是扫到采风尾，所以我对你反应会比较大，那这次因为没有什么台风尾可以让我扫，所以我就比较冷静的跟你讲。哇，蓝鹰在白给哦。那这次没有什么台风尾让你扫，所以说我就会比较冷静一点跟你讲，但我必须说你的说法我是不认同的。如果我已经退到转角处我还是死人，那是我的问题了，我想应该不是我的问题了。哦，蓝鹰在冲什么啊？哦，他到底在自信什么？哇，我炮枪，像这个你就可以检讨我，你知道吗？我真的有犯错，我真的欢迎人家来检讨我，可我不太喜欢我没有犯错的情况下，然后还有人来检讨我，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不舒服的情况，你懂吗？我知道你是好意，我知道你是好意，我知道你真心在给我建议，我知道你为了我好，但是，哎，我们莫伊拉怎么在挂网啊？难怪，哎，我们莫伊拉在挂网，哎，难怪我们刚刚有人打积极，这可以检举了吧？哎，我们莫伊拉在挂网，哎。我们莫伊拉在挂网，哎，叫什么打？哇，结果连玩辅助都可以遇到这种奇怪的。哇，莫伊拉在我怎么会遇到这种玩家啊？哇嘞，这个很故意在挂网，哎，这怎么打？超故意，哎。哇！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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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竞技。他刚刚一直在后面挂网，他好像是说我，他好像是觉得我好像没奶到他，然后他就不爽。啊，是不是中国人啊？怎么那么玻璃心啊？你看他全程开加速啊，然后他莫伊拉一直在挂网啊。哇。我想早点走，哎，因为我觉得
怎么可以那么玻璃心啊？你看他人在这里，你们有看到吗？你们有看到吗？他一直故意远离战场。你们有看到他一直在远离战场吗？我们第一波打输，你看看他在干嘛？他很故意啊，还故意连回来，他就是想恶心人啊！这怎么打？哎，这检举也没有用。他只要认真玩，我们会赢。可他就是故意不想认真玩。我觉得我被恶心到了，我等一下要避免他。等一下记得提醒我避免这个露西哦。你看我们四打五还可以打成这样，你就知道如果他认真玩，我们一定会赢，一定是碾压。他就是故意找借口，找借口不想认真玩。哎呦，他居然认真玩了！请问一下，他刚刚是开大了吗？我蛮意外的。不行啊！我跟你讲，就算他最后认真玩，我还是要避免他。他这个一言不合就放推的，其实我真的是很不喜欢。这种玩家就很讨厌，他们就是那种，大概打输第一波他们就要爆气，我就觉得很烦啊。你说我 trash M， 就是说我那个瞄准瞄得很烂，你们扪心自问，我刚刚还在一边跟 Pastel 晓之以情，讲道理，然后另一方面该奶的都有奶到，我们其实在第一个转角守很久，欸，他说我 trash M， 我其实是不认同的。我开进命中率55，然后碎标有点不准啊，33，那还行吧。我才被他恶心到嘞，真的是。我觉得他是演员呢，我觉得他是随便找一个借口。你们怎么想？你们怎么看？我觉得他是演员呢，他只是想要下分，你信不信？因为你们还记得 Overwatch 1的时候有那个吗？铜牌大车队，不是说郭芳妮那种哦，是那种就是他们要掉分掉到铜牌，然后故意去一直去那个竞技输游戏的。我在想他是不是这种，他是不是想要让他的那个账号变得很低分，然后比较好卖这样子。我突然有这种感觉。对啊，我觉得他，你看他故意一直开绿圈啊，你就知道他没有要认真玩的意思啊，他连切换黄圈都没有。哎，他切黄圈嘞，他是不是突然要认真玩了？我觉得我们地打也是傻傻的耶。哎，我觉得我们地法傻傻，他怎么会站着不动啊？他是不是也是演员啊？哇嘞！他刚刚一直站着不动，你们有看到那个地法吗？对啊，我觉得他也是演员哎。你看他现在就会动了，他刚刚为什么刚刚不动？
我觉得我是不是遇到演员团啊？你们为什么把他打醒啊？哎，不是，你们我啊，救命啊！不是吧？我都已经预判他要他就是那个动作，就是想开大，然后那个地吧把他打醒哎，好吧，我觉得是演员，我觉得他跟露西欧是双排，他们两个在演，他们想掉分啊。奶成这样了还打不进去，我是不是遇到演员团啊？我觉得我们弟吧在演呢、欸，在演我哎、欸，怎么会这样啊？要不是我有开台，你信不信？我发文在社团，人家还会觉得说我就是烂，才会怪队友。不是啊，我的队友真的很奇怪啊，完了完了，没睡到。完蛋！完蛋！大哥，我已经奶14000了，而且我的输出量还3182，我有奶又有输出，完蛋！怎么会有这种玩家？我觉得我们弟娃在演呢、欸，怎么会这样？我觉得我们家弟娃在演呢、欸。哇，对面捡到一场胜场哎，好舒服哦！哦，你看我这个睡标，该睡的都有睡到啊，我过不去了，算了，我要走了。哇，来演的耶，还好我避免了。哎、欸，我怎么都遇到这种奇怪生物啊？各位，各位，不是我在乱讲话吧？我真的都遇到一些奇怪的玩家哎。我现在连玩捕尸都会遇到这种奇怪的玩家，我好难过。怎么办？怎么办？我还有我觉得我这次账号没有救，我是不是该开个小号？哇嘞！怎么都遇到开稿仔啊？病你知道吗？我第三赛季打真的是疯狂在打竞技，但最高只有钻一，我觉得真的单排我上不去啊，输出的部分啊，我觉得我辅助单排应该是可以上大师啊，但输出我现在是不敢多想啊。因为我觉得玩起来输出压力好大哦，而且很吃队友。因为你知道输出其实能做就是攻击。当然你可能会说，哎、欸，那你输出够强，你练一个夺命，你夺命够强，把后排全部狙掉，你就会赢了。我不是那种那么厉害的玩家，你知道吗？我是会需要靠一下团队，对啊。如果我今天有中打实力，我当然可以，一个人打四个，我没办法，我是需要一些正常人队友。Oh hi， 北京烤鸭 ，Hello， 早安。我不是那种单兵型的啦，我觉得，而且这里 Overwatch 本来就很难单兵呢、啊。
过上一场，我觉得上一场，我觉得我们输的蛮冤的。我们帝娃在演哎、欸，露西欧跟帝娃在演，我觉得啦。好，感谢追随，谢谢。因为我觉得你们知道 Overwatch 1有一种玩家是他们是工作室玩家，那他们的目标是专门去竞技掉分，因为你知道分段低的账号真的很值钱，在 Overwatch 1的时候，所以 Overwatch 1的时候会有一些人接工作室的单，然后特别去开账号，然后去打竞技，然后把自己打到铜牌，他们就是主五牌，然后可能主五牌然后放推，可是有时候他们没有主五牌，他们是主三牌，然后一直放推在演，然后不能演得很明显，要演得自己很烂，不然账号会被检举，然后这种就是真的掉到铜牌之后，他们就可以拿去那个8591卖，你知道吗？我也不是我大概懂为什么低分段账号那么值钱啊，因为谁不想要虐菜，对不对？今天给聊天室任何人一个铜牌账号，你们都会玩得很高兴吗？我觉得啦。不会吗？我之前有幸玩我朋友的账号，然后他是铜牌，我真的玩起来超舒服哎、欸，你知道吗？我真的玩起来超舒服，我在那个场次可以玩夺命哎、欸，我在那个场次可以玩夺命，然后一直爆头，然后没有人抓得了我，你知道那种感觉真的是很舒服，铜牌是真的很舒服，我认真。对，打太多低分场会降低自己实力，因为你会觉得敌人都不会再动，我觉得很好笑。因为你开新账号通常会把你排到白金，不太会把你排到铜牌，你要一直输一直输，你才有可能真的到铜牌，所以铜牌玩家是真的很少。战喽！上去喽！小心掉下来了。哎、欸，我的补量怎么比物质少啊？我觉得我超奶。哎呦，出夺命喽！哎呦，哎呦！哎
我的天，我的天，我觉得我这场蛮坐牢的，你们怎么看？大哥，你要不要给我补？躲，各位！我们物资是纯补食耶。我刚怎么看到后面有人呢、啊？应该不是我眼花吧？啊，害影了、啊，是害影吗？对。我怎么觉得这一场玩起来，好像大家都是机器人的感觉？你们有这种感觉吗？每个人的动作都好制式哦。我觉得我补量还行。有时候是低分地狱户嘞，我觉得低分场玩输出真的是一个很舒服的事情，因为真的你完全不用需要，你不需要空间，你也不需要资源，因为空间对面就会给你了。资源不需要，因为对面打不死你。我当初跑去打铜牌场的体验就是这样，我真的不太需要吃资源，空间对面会创造给我，是对面会创造给我。安娜妖射射速会比较快，正常的安娜其实会这样子开镜秒射这样子，因为安娜不开镜妖射会是只有在近距离的时候会这样子啦，你懂吗？但他近距离的时候用是因为，当然近距离的话视野这样比较好。然后第二是安娜妖射的话，他会有一个怎么讲补血的时间。可是如果你是开镜补，他是顺补，所以尽量还是开镜补这样子，就是顺补了。就是顺，应该算那要怎么讲，顺狙吗？近距离当然还是妖射，但开镜的话，远距离当然还是开镜啊。远距离如果不开镜的话，会有点难受。而且开镜是顺补。哎。哎呦！哦哦哦哦 ，Nero 是刚刚对面的卡西迪，什么意思 ？Nero 是你吗？哇哇！你怎么有办法边跟我边看我实况，然后边玩游戏？还是我误会的意思？
You're powered up. Get in there. We will never die. Don't get in hot tonight. Activating. Stop the secret. I grew tired of fighting alone.哎，我觉得我奶的很好嘞，应该会赢的吧。还有感谢随随，谢谢。OK， 晚安晚安，应该是早安早安。哇，他怎么敢在路中间开啊？哇呼！还是有点觉得也生太多了吧。OK OK OK， 我上一季几乎没什么在玩捕食，然后开分是白金我就摆烂，就是摆着没有在玩。这升到白金几啊？那感谢追随，谢谢。白金三哦，哇，升太多。所以刚刚是黄金场嘛，难怪都觉得队友像机器人。话说我想问一下各位，你们是还没有睡觉还是已经醒了？那我猜你们都还没睡，我猜的啦。先看队友玩什么，就我甚至不知道现在聊天室还有多少人醒着。你们人还醒着的，要不要打个加一之类的，让我知道你们还醒着。我开台你就先去睡了。我什么时候开台的？八小时前哦。哇，那你很早就醒了 ，Pastel。安娜好了。I will not. I W D H.
6-8-6-8-6。刚刚开始讲话是你刚醒来啊？你的作息是不是比较偏早睡早起？有点像古早的务农世家。哇，这拳王是不是瞧不起我？救命！哇哦！很无言，你怎么了？你在公司是不是遇到难过的事情？你可以分享，我可以聆听。虽然我可能不能给什么好用的建议。Shoot! What the fuck? Jesus fucking Christ! That godforsaken Widowmaker! Hi, hamster, hello?哇嘞，没有办法啦。I still have some fight in me. 哇，怎么有这种经历啊？你帮他搞专案，然后他刚好请假，然后副总还不知道他请假，太难过了吧。哎呀，一滴的说，哇，我队友怎么收不掉他们？哇，他们强制续命，我觉得他们要推到了，没了。哎，我刚有地吧，还有那个谁啊，壁垒，我怎么会抓不掉啊？他也被断捕的说。
targeting hostile. Taking care of you. Help me. I have you. Keep fighting. Help me for me. Enemy seen. Helping you out. Enemy inside. You just needed to push. 走路那么大声。他也太大声了吧，他不会蹲下走路吗？太瞧不起我了吧。我是不是炮枪了？我觉得我其实不用怕他，所以昨天 Twitch 开下去，电脑没关就睡着，辛苦啦。那你要趁周末好好休息啊。哇哦！哇，那个物质一直来抓我，到底没有人保护我。我觉得要输了。哇嘞，哎，我这物质知道怎么玩欸，难得欸。大部分遇到的物质都不会输出的。哇嘞，啊啊，完蛋完蛋，我好像被附在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好像还行。大哥大哥大哥，你要去。那感谢追随，谢谢。等一下，奈米给地吧。啊！完蛋，给到不该给的，算了，没关系，也好了，也好了，结果是好的就好。那哈。
prepare to attack. Select your hero. Hmm.最近哦，哎，我应该，我现在很期待那个《王国之泪》《萨尔达传说》，我真的好期待哦！希望它赶快上市，要等到五月。我已经在Momo 购物网预购了，我希望那一天能够准时到来，我一定开实况玩给大家看。萨达传说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游戏，我好喜欢。Remember the Vygotsky kingpins? 300 meters downrange. You fired once, they both fell. Beautiful. That's not the word I would choose. 5, 4, 3, 2, 1, attack commencing.Stay focused. We have everything we need. 最新一季的舅舅 ，Hi Fuller, Hello. 还没看呢。欢迎 Cassie。哇嘞！我觉得我要换脚了，我要换八 D 了，我受不了。Another day, another battlefield. Someone has to keep you alive.去抓夺命，我们会打输呢。糟糕，好像没有人去抓夺命呢。我的队友啊，队友们加油啊，我觉得我看不懂我队友的，试一下我队友的阵容吗？我看不懂。哇嘞！啊，为什么要玩死神？玩死神我看不懂哎。
信心呢。哎呦，换星星好大多。那我等一下要换安，回安娜。